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这一张半桌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100元，最高奖金有10000元哦，120个10000元的奖项啦，然后总中奖率约50%，这次挑选的尾数是39号，号码是03-0347-039-03-0347-039，希望39号来可以中大奖。这个玩法非常的简单哦，刮开刮须后，记得该奖项只刮到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啊。板豆，想到板豆就想到尾牙啦，这个时间也是差不多有尾牙，今年去年因为疫情没有尾牙，希望今年有尾牙啦，疫情已经虚完了，希望有个尾牙，对不对？我要抽奖，来开刮吧。第一个号码求加持，有没有中奖？0元啊，求加持是0元。来，再一个干温啦，多少钱？还是0元啊？这不是50%中奖率吗？不是50%中奖率吗？对不对？讨拍拍，应该中了吧？还是0元啊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再来，应该要中奖吧？两张中一张呢，对不对？两张中一张，想中奖，真的想中奖啊！来来来，想中奖，想中奖，还是0元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道理啊，对不对？50%中奖率，好大啦，中奖吧！哇，没有，还是没有哎，说好的50%哎，还买连号？你看，各位看官啊，38号乌龟，就39号还是乌龟啊？这次的半桌，真的就是乌龟吗？乌龟大餐吗？搞什么？对不对？不是说好了50%连号，想说买连号两张中一张，对不对？至少3839中一个。对不对？这样子才说得过去啊！就两张，你看都没中，都是乌龟。就看一下它的乌龟代码是什么？真是的，还以为说 O 是 T W， 对不对？就什么都没有，0000，真的是零啊！乌龟代码是 HIO 啊，没关系啊，就当做公益咯，50%的中奖率，100张会中50张。啊，连续买两个连号都乌龟的也不容易啦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做个总结吧。市场售价新台币200元的半桌刮刮乐尾数39号，宣告杠估，做了100块的公益。那就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